那秘密是要来挑战三组练习成绩，因为一开始先练采茶舞呢。原来将挑战结合舞蹈，就会请把各种挑战三姿态的体式。调酒师啦，可以给董三丢给红叶啦。他是一体的厨师，更是味觉的观察者。上礼拜日安排跳七点半，练习生来去。